这一场盛会。来，我们那个献花的花 ，ready 了没？好，那好，我们先过来了。我们今天特别准备的这个呢，是以红色系列搭配我们珊瑚的色系搭配的花束。来，让我们拍几张照。哇，太漂亮了！透明纱的晚礼服，肌肤若隐若现，搭配阿卡珊瑚套链，非常显得贵气。哇，这束花也是气场十足。好，美凤姐呢？因为花束比较重，拍几张，等一下就会先拿下去哦，来大家把握时间。辛苦美凤姐了，好了，可以了吗？荡秋饼，左边，好了吗？好，谢谢美凤姐，那我们先把花拿下去，然后我会摇滚啊。美凤姐要腿哦，好，但我们接下来美凤姐单独拍照，我们先调整一下哦，稍等一下哦。好，我们最美丽的美凤姐，大家可以哇，那个闪光灯闪不停，搭配我们顶级阿卡珊瑚套链，还有这个非常饱满浑圆的阿卡戒指。旁边呢是闪耀的珍钻的光芒，搭配非常鲜红的珊瑚，哇，太美丽了！今天是女神直接降临在我们现场。谢谢。一袭白色的低胸晚礼服，而且这是有点流苏感造型的透纱，太性感了。好，这里有了。哇，大家都想要拍到更多美凤姐。哎呦，要叫起来，性感美丽，太漂亮了哇！它的波浪大卷的秀发，浪漫，好美啊！哇！大家拍一拍，然后这样。好，大家把握时间哦。这边左边，左边需要美凤姐的倩影。还是讲一点胖的话。右下。超美。贵气大方。对啊，没有太后面了，本来应该在后面去，一直太晚来了。这样后面走，好吧，差不多位。